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到地里面去看一下花生，因为昨天涨大水了嘛，可能把我们的花生给淹了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，顺便去那个地边有一个，不是长了很多那个粽叶吗？是我们家地的边上有一棵很大的粽叶，我们去摘一点。这个粽叶不是我们家的，是邻居家，但是邻居家人摘过了吗？轮到我们去摘了，如果他们没有摘，我们就不敢去。也不好，你看，因为我昨天从县里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带了一些，买了一些过来，买了10块钱，然后10块钱我婆婆说不是很好吗？再来摘一点，他们摘过了，我买那个叶子要大一点点。那时候我们买是3块钱200把，三块钱有60张，哪里没有？那就有5张，它里面有好多有虫的，我跟你说，包在一起是吧？那等于是，那3块钱总有30张嘛，30张应该有吧？20张都没有。3块钱20张都没有。这个张长出来的嫩的，你看，这一张真的好。没事啊。上面小点，我们就包小粽子嘛。我是吃不了很多个的，就一个不要太大个，然后我就可以一个吃光。如果一个太大了，一个吃不完了。柑橘是另外一种，知道吗？不是粽叶吗？也是粽叶，但是没有这种香，它那种叶子要短一点。柑橘那个好像大个一些。大个的，它叶子短，这种叶子要长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买拿一点添进去，端午节就有粽叶包就行了。这花生没有长好。我是有开花了，已经开花了，这么矮。这边的花生长得好。早熟啊，这些花生的早熟。几月份才有花生呢？满月才买花生来的嘛。买按两两漏。按老姜买花生啊？按老姜是漏花生的呀。那我也去漏的。那我去漏的。那你谁让我买啦？我在平南漏。放在楼下等外妈。够了啊。够了。够了就懂了。你不够哦。好吃吗？甜不？甜不甜，宝贝？好甜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哦呦！
这边这个怎么不吃呢？要放一个在手里面存着呀。嗯。嗯。笑眯眯，笑眯眯的。那你这边这个时候又存着？哦，急着叫，咕咕咕。那边有急着叫，你先吃完，吃完我们再去看小鸡，好不好？还吃不吃啊？嗯，还要吃啊？给一点给妈妈吃不？嗯，给呀、啊。嗯，好甜，好甜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兔，兔，兔。哎呦，哪里打雷劈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好恶心啊，很像。好了啊，不吃了啊。这边手里面这个一直存着呀、啊，哦，狮子，这，狮子，哦，马，马，马，对，马，瓜，瓜，瓜，球，这。嗯，拍拳，拍拍拍拍。菠萝在哪里呢？嗯，在哪里？找一下菠萝。嗯，对，棒棒。